赖清德前院长5月27日接受网络直播节目专访时，欲请5月29日中执会不要强行通过新的初选办法。如果说党的初选办法被修改，当社会对民进党的初选制度没有信心，怎么得到社会的支持呢？所以修改初选的办法，恐怕会造成明年总统选举失利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他在三请求中执委能够审慎思考，主要就是说我承担得起，而且在蔡总统守不住的时候才请党支持我。赖院长也表示，在中执会强行通过修改党的初选制度，党已经受到重伤害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再给党一击，不会采取法律途径，更不会退党。他一直深爱着民进党，阿扁极为忧心民进党2020的选情。选举统计学也告诉我们，民选总统以来，政党大输地方选举后，紧接着总统大选一定失利，没有例外。李前总统输掉1997年县市长剩6席，紧接着是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。阿扁前总统输掉2005年县市长剩6席，紧接着是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。马前总统输掉2014年县市长剩6席，紧接着也是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。蔡英文总统输掉2018年县市长剩6席，紧接着的2020年总统大选魔咒可以打破吗？赖院长才说，在蔡总统守不住时，他承担得起。2020选情真的非常严峻，民进党绝不是稳赢的局，大意不得。如何逆转胜？就要靠中执委滚滚诸公扬气，一派一己之私，以国家未来和台湾前途为念，在5月29日中执会做出睿智的正确决定。我相信这些人跟阿扁同样，对着民主进步党要来赢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感觉非常的悲观。当然对着这届民主进步党总统提名的初选，在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拍戏拖平，也感觉非常的忧心。因为咱认为民主进步党所标榜的就是一个非常民主和进步的政党，但是让人感觉说为什么会这样？过去感觉上最骄傲上最英雄，讲话会大声，走路有风，民主进步党对着台湾民主的价值、民主的信用，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政党更加重视，也非常可以说完全依照民主的程序、民主的价值、民主的理念来推动咱台湾的民主运动。将来无人会怀疑民主进步党伫推动台湾民主化这块有啥物批判，或者是讲不满。但是伫即届民主进步党的党内初选，竟然会当伫中常会
中执会伫今年的三月七日十三决议通过了后，正式对外来公告。唔到有三月十八开始五天的领表登记，刷入去有竞争，有两位完成登记的党内候选人，所以就要来进行协调。那如果协调未好势，最后就是要来发表政见，电视辩论，过去还有党员的投票占一定的比率。2011年的正月22日，林全会表决以七成几压倒性的表决来通过，用全民调取代部分的党员投票。啊，你讲这款的民主进展、民主的进化，嘛是行伫国民党的头前。伫2012年，迄届的总统大选，正式有一个全民调来选出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。迄一届三人竞争，苏贞昌嘛，呾输一个1.35%，刷入去第三名的柯信良嘛，摕到差不多12%的支持度，所以呢，完全是经过民主的机制来产生党内的总统候选人，和你讲输赢无济，会使讲两个人旗鼓相当。但是，大家既然根据公告的初选规则来行，和你讲输的一边伊嘛无话讲。愿赌服输，输搁较少，输一个一拍桶，嘛是爱认输。不止认输，苏贞昌搁来做着2012年蔡英文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所以民主进步党的传统，就是予人真娱乐，予人真钦佩，就是每一位参选党内竞争的候选人，拢总有非常好的民主的风度。但是这届赖清德院长一再咧讲，讲啦，如果经过党内的初选，蔡英文总统伊会当阁继续出选，要来代表民主进步党来争取2020年总统的大选，那安尼伊绝对会全力来啊伊支持。但是，嘛希望蔡英文总统如果在初选全民调了后输去，去由赖清德院长来胜出，那安尼是毋是会当讲同款的话？蔡总统甲民进党会当来支持赖清德来参选着2020年的总统大选？结果到即卖为止，还阁毋捌听过蔡英文总统
伊会当展示上界起码的民主的风度。那如果伫初选选输，赖清德院长，伊愿意来支持出帅赖清德院长，代表民主进步党来争取2020年总统大选的胜利甲成功。初总统讲不出来，这是乎济济人感觉真奇怪的代志。敢讲初选咧选假的吗？是假初选吗？无蔡总统袂使，蔡总统以外，其他的人拢总无资格代表民主进步党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。当然，咱嘛知影，蔡总统有这款的企图心，嘛有这款的执着的自信，伊一直认为。那如果伊来继续参选，伊一定会当来打倒国民党甲第三势力的总统候选人，最后嘛是会当来连任成功。赖清德院长伫5月27接受网络直播的专访。伊特别讲起，伊讲，那如果5月29的中执会，搁要来改变初选的规则，伊讲。这对民主进步党是真唔好的代志，恐惊伫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民进党就真歹赢，恐惊会输去。伊讲伊愿意承担，那如果蔡英文总统伊。对着民主进步党要来继续绿色执政，要来赢着总统的大选，蔡英文总统伊保不掉、保不住的话，伊讲，伊愿意承担，嘛担得起，所以，伊讲。5月29，中执会的开会，得爱慎重考虑，爱考虑第三摆过来改变党内初选规则的游戏规则，会造成偌大的伤害。当然，咱。赖院长，伊嘛展现伊的民主风度。伊讲，万一，那如果中执会来通过，要来改变党内初选的办法，伊讲这是对民主进步党。非常大的一个伤害，所以媒体问讲：啊，那安尼你会退党未？你是不是会寻求法律的途径、司法的救济，要来辩驳？赖院长讲，既然党内初选的办法一改再改，恳求呼吁你莫改，暗下搁要改，
党遭受重伤的时阵，伊未阁加站一脚，伊绝对未退党，伊嘛绝对未去无知无教，未来透过法律的途径寻求司法的救济，未来在法庭希望法官会当来审理，最后判决中执会改变党内初选规则，这是违法的，所以决议无效，得爱阁定来。伊讲伊袂安尼做，但是伫乱意调的遮个全拢讲话，咱也当知影。伫5月二十九日的中执会，那如果硬要过，硬要照蔡英文伫年的中执委24位的提案要来通过的话，来自赖清德议长这边的压力就减轻，所以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。啊，问题出在民进党的主席戴英台前几天打讲，伊讲民主进步党的传统，中执会、中常委咧开会，拢总是采取共识节，无咧表决的。简单讲，就是经过伫中执会、中常委来做协调，尾仔来通过虽不满意，但可以勉强接受的决议。和你讲有杂音，有无同款的意见，买单忍受，为了大局，愿意来妥协，无表决，最后无异议通过。这是过去阿扁阿咧做中常委咧做主席，常常参与有到的经验。所以呢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无表决，还阁有杂音。赖清德院长这边希望讲卖改变，啊，你要改变，啊，这个时阵，阁无表决，啊，要怎形成共识节？除了赖清德阵营这边的中执委代表，因感觉讲安尼多数决来通过卖表决，但是因少数的意见、不反对的意见，会当记名伫这会议的记录。那如果那安尼代志，嘛袂讲偌复杂。但是赖院长这边，因会安尼袂，因来坚持，讲无共识者，啊个主席无爱表决，啊这代志是毋是得爱个继续拖落去？蔡英文总统阵营的人，这些中执委24位的这些提案人，因会当接受吗？所以，敢会讲最后祭出所谓的霸王条款，
中执会将这个案有关党内初选的提名交予林专会来做讨论加决定。当然，要做安尼的处理，主席德英台会同意吗？伊若如果未当认同，无爱将这个案搁送予专大会，就林专会来讨论，来决议，就无初选啊！要改做征调，现任总统优先，继续提名蔡英文总统来代表民进党来竞争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这种有可能发生的代志。但是咱得爱看讲，5月29日的中执会主席德英台又要捍卫在伊的任内所公告的2020年总统大选，民进党党内初选的规则，这是德英台主席代表民主进步党所公告的。公告了后啊，已经照片照行，啊已经行一半，是不是一半较假啊？啊，你讲德英台主席伊愿意过来改变吗？这对着德英台主席嘛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。5月22日迄一天，包括刷入去了后，伊的讲话，咱会当钦佩德英台主席伊捍卫民主价值的用心甲苦心，特别是伊的坚持。会使讲，咱得爱竖起大拇指，大大的按赞。所以德英台主席是不是会在5月29日来做改变？那如果伊改变的话，一世英名也可能毁于一旦。所以马仔考验姐姐的地名甲遮的头人，考验赖清德院长，考验德英台主席，嘛考验蔡英文总统，到底民主的制度、初选的办法、听书的正义，是不是重要？无听书的正义，就无实际的正义。听书的正义是比实际的正义更加重要。所谓读古书理论。所以呢，在西方，那如果一张水果树，摕到一粒水果有毒，规张树啊的水果拢总袂食尽。所以，那如果在听书有瑕疵，安尼都有问题，都无效。所以听书无正义，就无可能阁进入去实际正义的探讨、甲作为。啊，当然
为人为着家己，为着私利，为着选举的利益，会使来牺牲、来放弃。咱台湾人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所追求实践所奠定的这些民主的基础，要建立不遐简单，要毁掉一届的会议，甚至国人的一念之间，都会当来阿姨牺牲掉。这就是咱大家感觉非常的忧心的代志。那如果讲平时正义无要顾，你讲伫大选的实质正义要来赢到最后的成功，我绝对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。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赖清德院长一再来咧呼吁，唔知啊，蔡总统的电影，即个党内幼稚，大家听会入去未？大家爱知影哦。即个若如果处理无好，民主进步党是毋是会进一步来大分裂？这毋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赢赢叫都有可能跋到输输去，何况还阁毋是赢叫过去的经验难讲。你想讲1997年，国民党来输掉地方选举，剩大个县市，民进党赢到12个县市，刷入去的总统大选，啊变啊来当选，完成历史上第一届的政党轮替，啊变啊的时代，2005年，民进党高雄的县市长剩6席，阁减3席，刷入去的2008年的总统大选，民进党输甲痛苦。刷入去2014年马英九时代的地方选举，民进党赢到13县市，国民党剩6个县市。可以说有够惨败的惨败，马英九也为着这样来死掉主席。说下去就是2016年又输一个更加有力，总统输308万票，国会又失去多数的席次，民进党完全执政。所以呢，在李登辉阿扁啊，一直到马英九时代，咱的选举经验难过，等选举那选输，刷入去迄届的总统大选，嘛无可能赢啦。所以目前的政治状况是遮尼严峻，遮尼严厉。你讲大家会当讲当作无这项代志吗？无迄段过去吗？20几年来的经验难讲，民进党伫2008年大输地方选举，剩6县市，啊，你讲刷入去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选会赢吗？
这就是咱赖清德院长所讲的。那如果蔡英文总统保不掉，伊还阁承担会起，希望民进党会当支持伊，来赢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。希望民主进步党，咱这些幼稚、这些老人、这些头人，大家拢总听下落，特别是中执委滚滚诸公，希望大家能够再多想一下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不要有一派一己之私，这是关系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存亡非常重要的一件。民进党不只不能缺席，也绝对不能放松大意来施政策。大家有同感无？